这摆恁两个吼，真正是互人俩感觉床啊！亮亮来的时阵啊，我看到因两个人吼，懒吊吊呢，我看了有够惊的啦！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因两个人吼绝对有问题，你都是不相信。你第一时间送阿敏达来病院？是啊，爱不毛滴啊。那呢？你先啊，不马上给我通知，你等到有朋友，我比我较早到位啊。你真正了想讲我会戆戆达哩，你失过宽度。廖小红，你对我真正太不了解了。就算讲阿敏达伊真正对不起我，迄嘛是我甲伊的代志。也无通着甲你啊！三番两次大主台约饭也不来，你拢亲手要我做乌龟啊！你无带人结婚，我无拍你，我拍谁？明明对不起你的是阿曼达，我早就甲伊讲过啊！因两个人绝对有问题。你着干那要紧？你是不是受委屈？你完全无为我咧设想，甚至你想要伫迄种人面头笑我的面子？我拄则干那说你一个嘴巴，甲你点醒，已经算对你真好啊！你即马大咧吵啥？干掉你！我就是要阿曼达霸占我红色，我要让伊冰箱害了了。你唔甘心？我去，我去！我看你姐。广东仔，你来啊！阿曼达病房哦，第一边啦。阿玲来啊，无要去甲阿曼达看。喜欢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拄只，我咧嘛，小红讲是安那，我阿免带我袂食物件，阿伊感觉委屈啦。哎，歹势，我咧家内事，我咧看小的。啊，袂啦袂啦，别忙滴啊，哈。我知你向对阿免达真怨恨，嘛真讨厌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竟然为着食醋的代志啊，超过回事啊，伊会严重过敏，甚至会失去性命，会吐痘呢。你也知影，阿免达若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，因国家是无亲像恁无钱无势了解，共款这么好安来，到迄当阵啊。我嘛是无在条玻璃，我是替你放屁。阿免达，伊根本就不爱你啊！迄是因为伊后头厝有头有面，你才会这样子啊！啊，不过你无感觉足奇怪？伊人非常水，阁少年，条件嘛真好啊！啊，是安怎伊会愿意做你的第二个某？我替你找囡仔，敢讲恁两个人之间有我唔知交换条件？你伫边阿免达伊故乡，最后就是被我歹看。别人啥讲哦，我是老翁娶少年某，意思讲我配袂过。会当看清楚阿曼达之面貌，我是为你好呢。看清楚是该安怎？你若准讲你安尼，我就会甲阿曼达离婚，然后佫娶你林。你卖戆啊！我见过阿曼达甲彭耀武的代志。你一句话拢袂用甲我写到出，
而且我相信艾伦伊的婚礼，应该嘛无希望伊的亲生妈妈无出现。是嘿，你咪甲我下家好不好？我袂讲出去的。走。阿曼达跟彭亚布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当初瓜葛完全无讲到彭亚布这，即马甲看起来，瓜葛当初绝对是有瞒的。你讲彭亚布结婚之前有一个初恋情人，迄个初恋情人家世背景哦袂歹，啊，伊叫做瓜慧玲。你现在那个眼神是安那？无啦，总裁，我想讲总裁夫人伊嘛姓瓜，所以啊。啊！走走走！你的臭嘴甲我洗好清。这个世界上姓瓜的人这么多，你到底想要讲啥？啊！无啦，我无要讲啥啦，我只是甲我调查结果吼，甲总裁你报告，安尼尔啦。总裁，那无代志哦，我实在无用了吼。彭亚布，原来你跟阿曼达有这点关系，莫怪阿曼达伊私底下跟你见面，而且伊阁三番两次替你讲话。我无怪孙丽红一开嘴借钱，阿曼达就嘴借伊十万。你拢请啊，请到阮妈咧。阿曼达，你敢知影？我阿母为着要拣倒一种芭乐，你爱食，差一点仔弯起来呢。幺母讲吼，你爱食软的啦，啊，我都不爱相信。我讲吼，要甲伊相思，迄芭乐当然嘛是爱食甜的。定个唔较脆对不？那有人食软的，迄软糊糊，籽又搁多，食了到地无细腻，嘴腔拢烂了了啊！叔啊，歹势啦，唔是讲吼无介意你拣的芭乐，只是我自细汉甲别人无同款，芭乐我拢是食软唔食硬，啊我伫个国外哦，拢买无这款的芭乐，倒来台湾嘛唔知影伫个倒位买，真正足感谢恁的。啊，奇怪呢！啊，你伫咧厝诶哦，拢是食定诶芭乐，你哪会知阿曼达爱食软诶啊？软诶芭乐敢有遮尼好食？嗯，好食呢！好啊啦！咱学不有高富人家，你说安尼愈食愈煞嘴。你阿婆真骨力呢，一透早就走来陪伊看阮某。你即摆感觉安那？会感觉开窍袂快无？我好真济啊，你烦恼。昨暝啊，我规暝安尼困袂落眠啊，我都惊讲哦。你开心是讲阁喘袂过，所以头早我就随赶过来看你啊。是讲郭总裁，迄昨是你家己讲的，你讲你会好好安排这高夫人大院的代志，小姐一翻头，你要将伊等到看护。若是按我讲哦，你唔那是无心无责任感，甚至是伤过无情啊。笨蛋哎，细汉哦，本来就讲要留落来陪我，是我感觉讲我已经好真济啊，才会过细汉哦，先回去好困。笨蛋哎，我甲阿曼达唔是普通阿公阿婆啦，阮互相信任对方，所以就算讲阮住伫无同款的所在，
我同款相信阿曼达，我都家己家己照顾了真好势。而且你嘛符合四天金控集团总裁夫人的身份。啊，若讲笨蛋，你阿母一感觉唔连做伙，讲较好听的叫做翁行某地；啊，若讲较歹听的，就叫做母路啊。安尼是要哪做大事业啊？无你即摆是倒一日目睭看到我做母路啊？啊，阮阿妈安怎相处啊？无需要你遐批评指教啦。同款的话，我送行转去予你啦。我唔是医生啊，我当然就是要找专业的看护来照顾阿曼达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刚才讲，我若是大边仔咧办公，我顶多是交叉阿曼达去休困啊。你阿母为着这小事啊，竟然啊七早八早做来病院，要来教示我哪做人的红色性。郭世贤是毋是已经怀疑我甲慧玲的关系？所以讲话才用这种口气。世贤。啊！你今日是安怎啦？火气哪会这么大？因只是来关心我，有别的意思啦。其实我嘛唔是要嫁死郭总裁啦，我只是替郭夫人感觉到委屈。你娶到条件较好的太太，煞唔知影珍惜伊，但连伊在病院即个无命，你煞外头做咧等去困。啊，还是因为厝内面有金宝汤染，所以你唔才会对郭夫人安尼无要无紧吼。笨蛋诶，世贤真正对我足好诶，我请你莫有别讲话。阿曼达，受委屈的人是你呢。之前哦，我阁廖准讲你嫁到一个好翁婿，啊，结果。小凤姐啊，伫咧找你麻烦的时阵，郭总裁哦，拢安尼结点点，哦，小凤姐，你甲你糟蹋，我甲姚母是真正看袂落去啊啦！哼，恁即摆是安那？恁阿母要甲恁的手存入来干涉我甲阿免达的婚姻哦？哦，我想起来，应该是啊，因为阿免达借饭档的十亿啊，互恁保条土地甲公司，甚至讲会用救恁全家伙啊，所以恁即摆甲阿免达当作是恁的金主，当作是温情人咧看待。所以恁即摆等于啊，就是双手捧着伊的洗脚水，想要代替伊来洗我的面。你即摆是在讲啥？我敢有讲唔对？阿免达，我甲你开十亿。买这两个细汉的啊，对你还阁不只啊适中的，袂歹啊。哎，姚母，你莫将你冲崩啦！你走啦！哎呦，哦，哎，姚母，笨蛋的，素媛，多谢你来甲我看，我翁婿已经来啊，伊会当倒去。对啦。阿免达，过来无唔对，迄人的家内事，咱莫这样假步啦。来等，行啦，行啦。你对我什么不满啊？你直接跟我讲就好啊。结果你甲别人斗，无人对我正好多谢，讲我是无责任感的红菜。你敢有想过我是什么款的心情啊？是，我真正无甲素媛讲任何一句怨叹的话。我甲你二十几年，你对我的好我拢看在眼内，真正无需要别人的误解，我这么大的脾气啊！而且我对鬼门关才走一撮回来，我真正足需要你的安慰，莫阁甲我过去好无？